各位小金们大家好，我是 KI 阿金。那阿金今天也是在等待 GTA 5的更新，大家是不是很期待呢？不过今天晚上要玩的内容呢，要之后才会放影片给大家。那今天要干嘛呢？今天就来闲聊一下。蛮多人有在我游戏里面中看到我的游戏 ID， 那我也知道很多人想要加我好友，但是因为其实加的人太多了，所以其实后面加我的人我并不会按同意加入，并不是不想加，是加的人真的太多太多了。那如果你们真的想要跟阿金我一起玩的话呢，可以加入我的帮会，我的帮会名称叫做 LLKK， 想要加的人可以去搜寻看看。那这个只限定 PS4 版本的哦，那其他版本的应该是没办法加的。不过先说好哦，加入 LLKK 之后呢，自己人不打自己人哦，我们金粉们要团结一点。那也有人问我最新的那一支影片的服装透明是怎么卡出来的，那个卡的方法比较复杂，所以之后等改版影片之后，我会找个时间再拍一个这个服装的影片给你们看。那阿金要先去玩 GTA 了，因为我看到 PS 已经更新好了。如果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，那我有空来做一个粉丝的问与答好了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那喜欢我这一支影片的话，请在我影片下方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没去我 Facebook 粉丝专页按赞的人也去帮我按一下赞，也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